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星期我们所要学习的歌曲呢，是由谢金金所演唱的《我又想你了》。好，不浪费时间，来，直接来了。这首歌要唱的时候，它前面有两个小节的前导音。前导音之后呢，就马上要下这个有前导句啊，有一些有差不多两句了哈，两句的前导的。一个词句在里面，然后才进入我们的主旋律部分。那歌词我们来念一下哈。我又想你了，你是在哪位？日落黄昏时，思念你又开始。然后进入我们的主旋律部分。认识你已经这么多年，你的名字在心内，在心内占一位。有时消失啊，有时会想起，淡薄啊，甜也淡薄啊，酸味。然后这边有分第一段的部分，第二段的部分。第一段我们就唱：是安怎全是你的形影？是安怎一直听到你的声？我心中拜托月问路，想要知影你过了好无？八拍。我又想你了，你是在哪位？天边明月共共处时，一段写上间奏，接主旋律，熟悉啊。第二段就是要不要唱前面这些前导的词句了哈，就是直接当我们的第二段，从这边熟悉这边开始唱了哦。熟悉你已经这么多年，你的名字在心内占一位。有时消失啊，有时会想起，淡薄啊甜也淡薄啊酸味。第二段嘛，哈，要唱下面这行。为怎样又是你的模样？为怎样无人教你来唱？是啥缘故？亲像花忙碌，想要知影你过了好无？八拍。我又想你了，你是伫倒位？天边明月共处，处这边有一个 coda 的符号，共处。好，跳到 coda， 哎，在这里共处时四拍，然后最后这一句，天边明月共处时结束。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段落啊，注意一下哈，这是我们的段落 ，OK。好的，来，接下来老师要把旋律给你带一次咯。咪咪嗦嗦咪瑞哆啦哆瑞咪西啦哆嗦啦嗦嗦啦嗦嗦啦嗦嗦嗦啦嗦咪嗦嗦嗦啦嗦咪嗦咪瑞瑞咪瑞咪瑞哆。好，然后进入我们的主旋律部分，两个低音开始。嗦啦瑞哆，瑞咪瑞哆啦哆，咪咪嗦嗦嗦啦，嗦嗦啦嗦嗦哆瑞，嗦嗦啦嗦嗦咪，瑞咪瑞哆瑞，瑞咪哆哆啦。啦啦哆瑞哆瑞瑞咪瑞哆啦哆，瑞瑞咪瑞哆啦哆。好，进入副歌的部分。哆啦哆哆啦啦嗦嗦啦嗦咪瑞嗦咪，哆啦哆哆啦啦嗦嗦啦嗦。好，这边看一下，第一次啊。唱三二一二，第二次你看二叉叉，唱一三二，咪瑞哆瑞，咪瑞哆瑞，第二次哆咪瑞，咪瑞哆瑞，哆咪瑞，好，这边小心哦。接下来，瑞咪瑞哆，拉哆哆拉嗦咪嗦拉嗦，拉哆哆拉嗦。啦哆哆啦嗦咪嗦啦嗦，啦哆哆啦嗦咪嗦啦嗦，咪嗦啦哆啦，西哆哆哆哆，
西哆哆哆哆拉哆拉嗦，西哆哆哆哆拉哆拉嗦。五、六、七、八，来接最后一句。咪咪嗦嗦咪瑞，哆啦哆瑞咪西，拉哆拉拉嗦哆瑞。Re mi la do， 好，这是我们第一段的部分。那第一段唱完，老师有讲过间奏接啊，我们这个息塞啊，这边主旋律的部分再唱下来，唱到第二段的部分。好，第一段 T B 明贵拱出喜，第二段就要跳到下面来了，注意一下哈，这个喜哈。永出喜这个喜这边一样是四拍四拍，可是要多一句 TB， 再多一句 TB， 这里小心哦 TB 原位拱这个拱这个拱就变成三拍了，一二三，然后再唱出喜，拉哆嗦啦啦，拉哆嗦啦啦，嗦啦啦嗦哆瑞，一二三，瑞咪拉哆，那这边是拉哆拉拉嗦哆瑞哆瑞瑞咪拉哆，这边是拉哆嗦拉拉嗦嗦拉拉嗦哆瑞，二三瑞咪拉哆。你看这里没有三拍，可是这里有三拍拉长，这是差别。最后一句啊，这是最后一句才有哈。OK， 好的，来，那现在我们就把原主唱的唱法一句一句给你带上来，那顺便老师会在当中做讲解。那要唱这首歌你要注意，它的前奏只有两个小节而已，你要注意听，那就是两个小节，马上接下去的这些就是这些前导的歌词哈。来，我们准备下音乐，要注意听。好，这边老师讲一下哈，你的黄昏时，这个拉的音要注意。然后一般在唱这里，我等一下音没造诣，就是这个时，你的黄昏，它是嗦啦，然后一般会唱成你的黄昏时，那音掉下来就不对了。它一样保持在平音的六的位置，拉哆嗦啦嗦嗦啦。你的黄昏时啦，就这个音稍微注意一下哈。来，继续往下看哦。好，那这边会有稍微做个转音的动作，思念嗦嗦啦，思念你，咦，思念你，思念你，又。思念你又开始，来，我们再把原唱的地方把它听一次哈。好，再听一次哦。再次，思念你，思念你又开始。这一句啊，整行就是它的前导的音，一定要把它唱漂亮，唱正确。好，那再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的下面一行的主旋律的部分了哈。来，来了哦，注意了。很好，来再注意。好，你的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在心内，在心内，来，这边注意一下，这个来要稍微延长一下下，在心内占，在心内占一位，好，再去一样，再听一次。
聊。好，这个啊啊，慢就啊就啊啊啊啊啊，它有一个转音在这个上面。瑞咪瑞，瑞咪瑞哆瑞，来听一次。好，啊无锡，来继续往下看啊。淡薄啊，酸味。酸味，淡薄啊，淡薄啊，酸味，淡薄啊，酸酸味。好，再给你听一次哦。啊，淡薄啊，酸味，来进副歌啊。再来。好，那我们这两个地方要注意的，平高，平高，西安，西安，这边也是西安，要把这种东西低高的音，把它准确的去把它唱出来。西安怎转西，转西你的形影，西安。是安怎一直听到？好，接下来这边老师稍微要讲一下了哈。我们第一段啊，唱上面这一行，它的 li 的声，它的旋律是3212。那在第二段的时候，它的旋律来唱就变成只有唱132，就有一点不大一样哈。咪咧哆，咪咧哆咧，哆咪咧。咪咧哆瑞哆咪瑞，那我们现在是唱第一段，来，我们听一下第一段的部分哈。你的声，你的声，啊，这边在掌握的时候自己要稍微注意哈。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了哦，继续往下看。好，转个音。好，那这边也要注意了。你过了呵，好，你看这个呵，这个拉后面这个音，这个拉有转个音，616。你过了呵，你过了呵不？你过了呵不？四拍，然后。四拍空拍，嗦发咪瑞，四个音下去，你才能够再往下面唱最后一句。来，我们往前了哈，我们这句想要知影你过了好不？我们再听一次哦。想要知影你过了好不 ？OK， 再一次哦，再听一次。你过了好不？对。OK， 非常好，继续往下咯。三四。我又想你了，你是在哪里？很好。天边明月共此时。好，最后一句老师又要讲一下了。天边明月共此。这个粗，这个咪的音也稍微做延长的动作，然后再唱洗衣。天边明月共此，稍微拉长，此时。天边明月共此时。好，来听一下原唱的啊，听一下原唱的。哎，很好。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的一段哈。那第二段也是一样画葫芦啦，就是把歌词带上去，可是就是注意到我们这个第二次它是哆咪瑞啊来唱这边，
这样可以就我可以完成了啊。那技巧性要自己知道那个滑音的位置啦、拍数啦、转音啦，这些是蛮重要的。再次叮咛强调，这首歌要下歌的时候，它就是只有两小节，要注意咯。好的，来，那我们再下来呢，我们就听原主唱来自己哈、哦，把它唱一次，我们对照的歌谱哦来听哈、哦，来了，请注意。我又想你了，你是在哪位？你的黄昏时，思念你又开始。实在你已经这多年，你的名字在心内占一位，有时消失，啊，有时会想起，淡薄仔甜，也淡薄仔酸味。好的，来，这就是我们的一段哈，有空没空多多对着歌谱练唱一下啊。好的，那在接下去的步骤呢，老师就直接会把伴唱的音乐让你自己来试试看了啊，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来，不要急啊。OK。
好的，这就是我们的整首曲子。哎，有时间多听多看多练多唱，这首是很优美的一首歌曲，我要想你了，希望你学习愉快。今天我们上个内容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的，各位同学又要跟你说再见了，下个礼拜见了哈，拜拜。